你有小电风扇，那你会开呀、啊？那你关起来嘞？对，你好厉害呀、啊！那你拿的是什么？推推。推推。夏用群早安，你要去哪里？嗯，要跑来跑去啊、哦。你小心啊！等一下，你这个会滑倒。慢慢。今天5点半起来跑奶奶，然后睡到7点半。哎呦，小小群早安啊！5点半起来跑奶奶，你请说。想要群群吃午餐。嗯。什么？今天中午吃鲷鱼豆腐菜菜粥。里面有鲷鱼跟豆腐，然后还有综合蔬菜。嗯，小白菜、油菜，肉肉掉了。哦，那是豆腐。来，你吃的好棒，好厉害！想用菌菌，你越来越会用汤匙了，对不对？吃粥不得不用汤匙。看来离你自己吃饭不远啦。嗯。对。厉害呀、哦！给你一个赞。你没有回赞，很认真的吃饭，肚子饿了。嗯。饿饿，对不对？吃完饭睡觉啊、哦。嗯。嗯，摇头。用群喝下午茶。嗯，啊，你的群嘴角流出来了。嗯，怎么了？还有啊？有。有，对呀、啊，还有妮妮啊。有。那继续喝啊。一滴呀、啊，滴出来了。嗯。哦、嗯，那你先喝没关系。等一下，妈妈帮你擦擦。累死我！妈妈喝。妈妈喝啊！肖用群从2点半睡到4点半，睡了2个小时，然后喝了一点下午茶，应该有喝1/3了啦。那不喝啦。笑。来吃晚餐。今天。
红萝卜、白萝卜。还有鸡腿，来夹，给你自己用筷子。哦，越来越快了。好，然后还有菜菜，你要先夹肉肉。好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对了。小永群眉头一皱，发现案情不单纯。肉肉，里面还有肉肉。你觉得那个混到红萝卜的肉肉，还有菜菜啊？啊，你用筷子的，好不好？对了，对了。这只手可以这样吃饭。哦，筷子，你筷子不用，不用这样拿来拿去。甜菜。好，还有甜菜。念到他们开了个 party 啊，然后呢，墙壁边站满了穿着华服的仆人。哎，不对，再仔细看看，原来那些全部都是扫把柄上插着的包心菜。来，给妈妈。音乐舞蹈都停了，公主就向巫师报告又有年轻人来求婚的事。好，那明天那个年轻人来城堡时，你只要想着自己的鞋子就可以了。巫师说到这里，发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可怕笑声。他继续说，他一定猜不到的，明天晚上要记得带他的眼珠子来，好久没吃眼珠子了。公主答应他一定会带眼珠子来，然后就告别巫师飞回城堡。旅途的伴侣跟在他后面，一路上还不时用鞭子打他。第二天早上，约翰很早就醒来了。旅途的伴侣对他说，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简直和真的没有两样的梦。妹妹对，接着就告诉他，公主心里想着他的鞋子的事，并叮嘱约翰，进了城堡不管被问什么，只要回答公主您想着的是自己的鞋子就可以了。约翰说，你做的梦一定是真的，这是神给我的指示，做不了的。说着，约翰就向城堡出发了。城堡的大厅中，审判官们排排坐着。国王看到约翰来了。是一样的呀。你站起来迎接他，并用手帕擦眼睛。公主今天看起来更漂亮了。终于，公主，你看，这个是公主，然后这个是国王，那背对的这个是约翰。那约翰哦，公主要约翰猜猜自己在想什么。公主用温和的眼光目不转睛地看着约翰，然后约翰回答，
茄子。公主的脸一下变得惨白，全身不停地颤抖着。约翰猜对了，太棒了，好极了！好心的国王高兴地从椅子上跳下来，四周的人也都欢天喜地地拍起手来。那是美人鱼啊，美人鱼的尾巴。不要啊。那就要准备睡觉了。哇，拿书给妈妈吧。面包。面包。罐。果酱。妈。妈妈睡觉了。鸡妈。好了，香柚群。哦，你又躺好要睡觉了，对不对？盖被。你有可爱的贝贝，然后有两只蕊蕊，然后还有小花，可爱呀、啊。好了，快十点了，要睡觉了。那明天见咯。Good night。小爱心呢？谢谢，你给妈妈一个小爱心。香柚群晚安。香柚群骑脚踏车，应该坐滑步车。哎呦，感觉好像可以哦。第一次有一点点算是成功的骑了。太大了，走。小心慢慢。快到了。加油。加油！你手肘要扶好。对了。走。我感觉有点惊。这边，很可爱哟。旁边叔叔。我们要还车了，加油！会越骑越好的。哇，你好棒哦！快到了，这边。手放这里。对，好的。快点好，加油！OK， 好，太棒了，谢谢，还车，再给我，好，谢谢，到了，好，可以了，好，小心哦，放下，慢一点，好，哎，拿给叔叔，还车，那不用，好，这个不用，上第一车就好，还有谢谢，好棒啊，好，走，下次再玩，有没有跟脚踏车拜拜？好，拜拜，谢谢，好，我们下次再玩。然后大哥小姐这边可以麻烦一下，对，帮我们。有。好，我们去玩。等等。好，慢慢，对，慢慢。